What's going on, guys? This is TangYuan, best Viego China. Got a value-packed VOD for you guys today. Without further ado, gonna jump right into the runes and the VOD. Enjoy the video, guys. So, 简单来说，为所欲为，没见带为所欲为，简单来说为所欲为，打黄金局打不过，哦打白银局打不过，打黄金局应该打得过，黄金局不能打多，打多会睡着，黄金打不动，你看更高分段也能学到东西，你看更高分段直接越阶学习啊，学习到一点你就直接在黄金屠杀不是吗？ 你高分段看低分段没什么用，低分段看高分段都能学到东西。高分段学到东西，这黄金不是用，不存在。你多学操作就实用了。 他学的 Q 和 W 狐狸喜欢偷鸡，我操！合理，狐狸吃鸟嘛，合理，没问题。呀！我没血了，兄弟。哎呦，打不过你，兄弟，我操，真打不过。你真觉得你跑得过我？不叫个闪，别想杀我啊！看到没有？ 长云可以跑，但是你要把你跑的方向匀，你得卡你的位置，知道吧？晕住他的位，同时做一段小位移。你先一个身位，嗯，死就死了，无所谓啊。对，骗个闪现啊。其实可以杀他。我没想到这男枪这么那个，看我这么点血，我反正野外，他肩不生气，他就隔着那个距离啊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咱们打逆风局。你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。 可能死一次不要着急啊，我有箭弹，什么都已经够了，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又是西葫芦，我操，你的运气可以，为什么中奖的人就能连中两次？这什么道理？ 偷小鸟啊！我把自己小鸟吃了，兄弟，他根本没意识到他这波吃我的鸟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变老鼠，变老鼠，嘟嘟嘟嘟嘟。 你一直跟着我的是谁？上呀，兄弟，这可能有点扯。算了，咱们。 懂得懂啊，什么懂得懂？他觉得我这么点血，他肯定觉得我不敢控龙，但实际上我敢控龙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他现在下路，
他现在刷他的蛤蟆，我恐龙他会顺便找到我，他不是故意来龙找我的，他只是顺便在下路想抓下路，知道吧？他把他蛤蟆刷了就在看一眼。咱们的打法不太需要靠队友，如果队友出现问题的话，你得注意。我是如果没有队友，我知道怎么操作；有队友的话，把他算在内，他又不按你操作的，他又不按你的想法操作，我就会控龙呗。 这就是打野意识，打野的话跟经验也挺挂钩的。想想他出门会去哪儿，想想你玩这个男枪，你会去哪儿？这阿里如果来找我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死给他看。我没有任何办法，我队友支援不到，阿里去找上路去了。 他哎，这边没有蛤蟆的，蛤蟆经验很多的，算了，空调龙也行吧，算了。他也就三，他31刀，刚刚是22刀，22刀到30，31刀是多少组野怪？两组野怪，蛤蟆没了，三狼，这个时间点三狼跟 F6 嘛，上河蟹也没刷，他三狼没刷的。 应该是 F6 吧。哦，他三狼刷的，应该刷的三狼。他有蓝，他什么蓝？他有什么蓝？你说蓝枪吗？他怎么可能有蓝？这里也是有蓝，他 F6， 我也感觉他三狼没刷的。 他从哪里走过去？把他蛤蟆吃了，蛤蟆刷了，我们有海妖了，血量能越吗？能越，上吧，一个中，变成大乌鸦，男枪没打先锋的话，老鼠在这儿。 这波谁来都没有啊！我能跑，老鼠呢？这老鼠干嘛的？你我操！你第一次看见我，我鼻子感觉好硬啊！不行，还有点痛。他应该反了我1到2组野怪吧？ 三狼不一定反，36刀，他只反了组蛤蟆。至少我看得出，哦，他有可能反三狼。但这个时候把先锋刷了，说明他没反三狼，吃了一只。我蛤蟆也刷了，挺好的，这样节奏还是很好的。 一边走路，一边有野怪刷，这就是一个好的佛爷哥。你要规划你的刷野路程，知道吧？如何每隔几秒就刷一组野怪，不要长时间不刷野，长时间不刷野就要抓人了，抓人是不稳定的，刷野稳。但现在峡谷其实多数还是抓人，自从那个版本之后，说实话很多人都在抓人。抓人，哎，说不出来。 推线吧，兄弟。呵呵，这是什么拉扯？男枪身上有红 buff 没？有红 buff， 是他自己的。干嘛？越得了？你要越就越呗，他有意义啊，兄弟。 那越呗，他没大的。 这种血量可以越，刚刚那种血量不打一套越不了的。变成武器往后拉，直接往后拉，变身的时候让往后拉，让别人觉得我走了，实际上我没走，开电风车打他。
没办法，我转电风扇把他秒了，这人这老鼠哪里都在。之前那个版本老鼠好恶心，这版本还好。机操啊，机操，帅不帅不知道，操作有点死了是肯定。记住这个思维啊，变身之后，如果你真想杀这个人，但是这个人跟你保持很长的距离，你在你的E里面立马往后走，这样给他的第一时间他思考会以为你想跑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回头，隐身之后再回头，不要暴露自己的想法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也是佛爷哥玩的好的一点，重要的点。非常 important， 非常 important。先拉扯，等我们一结束，都是在变身。看我嘟嘟嘟嘟嘟，叫了没招？还记得吗？那一招。嘟嘟嘟嘟。其实很早就给杀男枪了，其实我可以追他，但是我想玩他。这男枪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我以为跑呢。这也是啊，为什么他的这波能走到这里来？因为我给他，我自始至终没有给他一种我想杀他的想法，知道吗？隐藏这些想法。谁来了？哟，吐出来了。Welcome。可以，周围默认可以做，挺好。这老鼠，你是哪里都有你是吧？哪里都是你啊，哪里都是你。妖姬不会反过来 Q 我头吧？我要开始了。嘟嘟嘟嘟嘟，我隐身了，看不见。他也很好奇，看我变回来。哟，你叫真眼就赖皮了啊！我想玩一下，不代表我不能杀你。你的红怎么办？叫你的武器爹来守，准备对付武器，有点燃打不过，但是偷了就跑倒是无所谓。出三项，老鼠好办，这把不雅邪了。现在确实攻速一出好多，所以一般带韧性和血统。QR R 的这是什么 ？QR 的这是你自己的技能呢。PVZW 是破败之王的意思。R 的这就自己的技能。QR Q 直接 R， 老鼠不是瞬间隐身的，玩老鼠都知道吧？有个一点一秒的那个之后才会隐身。他把这果子打了，我怎么追他呀？我操！上兄弟，你我操！可惜，有点硬，差一点，差了之后他们全死了。为什么不 Q 我 R 的妖姬？问题不大。跑步之王，骗子是吧？你 PB 哪来的骗子？洛克有点抽象，洛克有点抽象。买周六默认嘛，这把买黑切也可以的。无所谓，做什么都一样，爆打，都爆。洛克不会玩，他还问我要位置，老想指挥我。有饼，这个分段贾克斯不厉害，高一点可能就搬贾克斯的。这个分段我还搬石头人，石头人懂得都懂，懂得都懂，我只能说懂得都懂。
我忘了，我真忘了，这老鼠，老鼠可真是我他，哪里都是你。行，我去抓老鼠。捕鼠行动，灭鼠计划。打得过武器，拉扯一下，把他E拉扯掉可以秒他，他没E就打不过我，有E我还打不过他。把他E是一个太快了，12级有几级E？ 9级 Q 点满，一级二级E，十级三级E，十一级三级E。问题不大。但是这其实有点问题，就是你我这两波死亡都没刷一眼，知道吧？记不了，兄弟，记差太远了。记差太远了，这把离输太远了呀，赢是肯定的。没人能处理。在这个混乱，我不是人。在这个混乱，我不是人。打龙呗，还是控龙呗。龙很重要啊。这样第三条龙。十叶是什么东西？不想理他，他喜欢喷人。不太爱跟他们说话。哟，他终于赶上了。我们先有老鼠这个攻速，潜伏攻击。三项的爆发，这是三项爆发，蓝枪也会死。哎呀，这个墙算了，武器在这边。武器不是那个武器，现在武器 R 不能自己开，之前能自己开抗性很高，现在不能自己开，还 R 到人，还 R 不到人，空个 R 没抗性了，变成呆瓜了。怎么说？哟，开我的辅助！你真当我蓝队没人是吧？又来，这老鼠又来偷东西了。哟，隐身想打我，我直接蓝草加速跑，我能不能跑掉？我跑不掉，我死了。油饼，我只能说油饼，这武器真是油饼，跑不掉，队友不在，他们两个闪现。哎呦，这种招数没办法，跑不掉，闪现打我，我做黑切也可以，其实这把做黑切会好点，但是我不会躲，我不想躲，我要终身默认，我要爆发，黑切战持续战斗力强一点，思维默认爆发高一点，这武器什么？这武器名字也有点抽象，这武器名字有点抽象。好抽象，这武器这几个闪现全交给我了。MVP 还是我的，这不用想 ，MVP 还是我。大嘴能跟我抢，开什么玩笑？我的牺牲就不是他能比的。万五这种 ID 有点东西啊！为什么一直发撤退？他发撤退，我就想上，知道吧？反骨，能懂我意思吧？有反骨，我找老鼠去！嘟嘟嘟嘟嘟，别开我就行了。哦，你来了啊！你还交闪杀我啊？
没闪了吧？没闪了吧？好了，五杀了兄弟，好，五杀没了。看我开电风车。哎！这不是 MVP 吗？啊，这不是 MVP 吗？那肯定 MVP， 都不用想。他们抢不过我，我拿了龙，有伤害，什么都干，凭什么不是 MVP？ 我勤勤恳恳，凭什么不是 MVP？ 怎么两段 R？ 因为第一段 R 是老鼠的，我没有 R 杀老鼠，变成老鼠之后就那个了。